有新模式哎、欸！哎、我好久没玩了，我来看一下补充模式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完成速写。开始画棋，看看其他玩家的拳术，好酷哦！竟然有新东西耶，好想玩看新模式哦，可以玩新模式啦。是新模式？我不知道，它有三个我没玩过。三个？它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我完全不清楚。我看一下，剩下几个？现在满了哎，哇，好快！有一个人跳了，跳的那个赶快进来哦，虽然我不知道延迟多久。快点进来哦！我不知道，反正。有人跳掉了，有人要快补位的，快补位哦！哎、你们头像重复了。哎呀！柠檬跟柠檬狐狸跟瓜，柠檬跟瓜跳。他的他瓜跳哪一定是学的？那个瓜一定是学你的抖内吧？你不是有你的音效？没有没有，那个音效是哦，你说原本那个、哦？对啊，瓜。我的抖内音效是那个小光的。瓜。不是小光的是那个、啊。哎、你的那瓜，那你的瓜是什么？我的瓜是之前的，我现在我换成小光的了。所以你变成小光，对，我现在是小光，所以你现在是小光。太难了。所以他现在太难了，所以你难上加难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先来试玩第一批新模式吗？我想玩新模式。我要先来跟大家 say hi， 嗨奥维，嗨 Oscar LD， 嗨嗨嗨嗨 Justin， 嗨，我们是新模式。我不知道，你看它右上角有一个补充模式，跟下面有一个背景模式，然后还有一个单人闯关，这三个是我没遇过的。但单人闯关，我们来玩新模式好，我们来玩新模式。但单人闯关，我估计我们现在没办法玩。那我就先按上面的哦，他写说是完成速写，从基本线条开始画起，看看其他玩家的诠释。那、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有听没有懂。总之我按开始。速写哦，什么意思？勾勒那些基本线条。哈，我勾勒。他时间很快。我就来看他会变成什么。哎，对，我先跟大家讲，我们这里还不是阿斯巴台，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画个大概，但请不要画得太精致。我们这里不能有专业绘师，谢谢。我们这里不能欢迎专业绘师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避掉那些很糟糕的。啊，哦，我要帮他补完，是不是？我帮你画完了、你抽到我的。这帮忙补的还蛮有趣的耶！哎，你跟我认真点哦，尊重点哦，尊重点哦。我帮你上个有趣的小东西，反正水很多啊，漂亮。他时间好快哦，上色交给下一个人，我帮你把线条都补起来，你可以倒油漆桶哦。帮你补个眼睛。然后加一个白点点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第二个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？然后帮你加个鼻子。他第一个真的是线给你打草稿，第二个给你打线稿，哎。长一点草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你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干嘛？什么、欸？怎么啦？不是我开着你的画面。我怕你开着画面干嘛？我要看你聊天室，我就会瞄到啊。你不要看嘛。这个好玩。我线稿快要不知道画什么了，这到底还有几局啊？哎呀，时间好长哦，快要把它画成延迟呼吸了，救命哦！那绿色是草啊？为什么会有草啦？就是你在草，你在外面啊？有没有道理？什么花椰菜？这才不是花椰菜耶！我要看下一个人画的怎么样。我怕会炸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哦。哇塞！你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只画成这样子？谁啦？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看你画面懂了。那个你现在画那张是我刚刚拿到的草稿，我把它画超仔细的。
所以你是拿到每个人的草稿，然后看其他人怎么把它画成细节，难怪第二章的时间那么长。我懂了他的模式，哎，还蛮会想的呀，他这个模式。啊，那我刚刚没上色哎，好可惜哦。愤怒之龙。啊，那我要看每个人把我的衣物作画成怎样哦。哎，那个另外六位好好画啊。好好画啊！第二个一窝多啊，我画不好的怎么瞧啊？OK， 好，这个模式我懂了，这个模式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可以之后来找小峰来玩一下。你说每个人的草稿都不一样？不是，就是你一开始画那个很短的时间的，是你画草稿，然后每一个人都会去完成你那张草稿。你现在拿到那个草稿是我刚刚拿到的草稿。我有当兽会师的天分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你是指兽会师还是兽会师，还是指？是什么？时间要到了，我要等你掰啊！啊，你又不接话，我要怎么持续下去？那个好有趣的，哇哦！谁啊？好想知道哦！哇哦，那个是什么啊？我知道了，阴影。哎，倒入颜色。我要去改它的原底线啦。天气很冷。哎，他拒绝不能擦掉原本的线哎。哦，你不能够改人家的东西。不是啊，他画歪了。哦，不是，腹肌为什么会长在胸部上？我要把它改掉啊！啊，帅气的发型。哎，你这里可以画一点十八禁的，没关系吧？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可以把那个头给画出来吗？你不要画得太像，应该就还好。啊，很难耶、欸哦！不行哦，真的不行哦。所以，罗斯前几天开台画图画那个东西。被 ban 七天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自己不能画那个头哦、喔。可是我把那两个头点出来，那下面那个上面那两个头可以吗？因为画得很丑。好啦，我把那两个头擦掉了。所以上面那两个也不行，那下面那个，那我下面那个就不行哦、喔。啊啊！哎、欸，你待会我好好奇你会不会去点那两个头哦、喔？我好想去点那两个头、喔。你应该什么头？因为你拿到的顺序好像目前都是我刚刚拿到的。这是什么？就这是一个快乐的小飞侠。哎、欸欸，你们哎顺序不一样了耶！我以为你都一直拿到我吃剩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每个人的草稿，然后每个人都延伸一遍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刚刚拿到一个需要点，我好想把他的头给画出来的东西哦、喔。头。对。哎、欸，我拿到有一个人画的好酷哦、喔。我要把它画成一个超机车的脸。这个要怎么联想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、这个东西我好难联想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帮他加什么？你可以帮他穿衣服。有道理。然后手上拿冰淇淋，然后给他戴帽子，然后问他说：“要不要买冰淇淋？”这好奇怪！你要不要买冰淇淋？你真的这样画了？我现在是没空看你画面了。然后帮他画一个大大的啊！哎、欸，我现在拿到一张图，我把它画的好像尼可拉斯凯奇的一个表情表情哦。尼可拉斯凯奇的一个很那个被扑浪常常被拿来用的一个表情。我知道，就那眼睛瞪很大的那一个。阿妈问你要不要吃冰淇淋。好棒哦！我觉得我开始有创意的天分了，这燃起了我画画的意志。
然后之后 CD 一阵子又回来，CD 要三年。哇，他时间好久。他就给你慢慢慢慢来，前面第一招很短，我没有办法上到阴影。最上、哦，我拿到你那张冰淇淋的了啦。好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帮他完成呢？把它画成凯吉了吧。你怎么突然安静了？我在认真画啊。哎、欸，你好像真的是认真的时候都会安静起来。什么？我在尝试画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帮你创了一个新贴图，哎，可是是小白的。我在尝试画一个欧拉斯。你知道是三小的天。好丑啊！这个骨架我可以捏成这样，我好厉害！这张就送你啦，赞好，我的处女座。啊，你的处女送给了。没错，这是我的处女座。可是我这边有好多你的。哇哦！你是抽到的要点两个头的了吗？我就知道。看我超想把那两个头弄出来，而且它下面那个头其实也可以上去。你讲话。我到底要画怎么上面这种东西？钉钉的眼神，钉钉的发型，怎么搞笑？我画错人了。突然很想知道，刚刚画那一条线的人心态到底是什么？太多可以画，画一条线，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了吧。我已经画完了，有趣有趣，洋葱。洋葱，不是洋葱了。洋葱，哎、欸，你有点那个头哦、喔，我刚刚没点那个头哎、欸，你这是几块鸡啦？就上面那两个头啊，我就现在犹豫要把那两个头点出来啊。我点啊。啊，我刚把它擦掉了，因为我怕你被 ban， 因为我是用左边那个深咖啡色的去点。那没那么夸张吧？就那橘色下面那个。哇塞，这个会被 ban 台吧？如果你画出来的话。我画不出来，我什么时候会画？不是，我拿到了一个草稿，如果他把它给那个的话，会被 ban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的观众自己注意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它画成那一个哦，就是是有一根长长，旁边有两颗球的那一个。吓死我！我要把它改成一个很正向的东西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自己会把它画成变成你当时在 Happy 手被 ban 的东西耶，那么夸张？因为他就是画那个东西画一半啊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拿到的那一张就是我把它画成尼可拉斯凯奇。有人说他把它画出来，有点可怕、欸。哈，你完蛋喽！因为真的，我刚抽到有两颗。球在下面的东西、喔、我才不信他们能够画得多好嘞。草稿的那个人画蛮像。好，你们，我把它变成不会被编台的东西，我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放大的东西，有点霸气。你们给我注意一点啊！谁画的自己出来承认啊？眼镜色色啊，只能。很不像的色色，但你们想要色色的，就是希望他台被 ban 之后看不到他台的黑粉可以这么做。你们黑黑的，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哈。今天开台会不会变成七天后再开台？没有，我们就要看你的观众素质如何。这是我们那个做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讲真的，观众不要闹，我是都不敢开了。七天后开台，
我是信任你们开这个的哦，好好刺激哦，好可怕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你待会画面遮的准备一下，我觉得有一个有点违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因为我待会拿到，哇，你没有，哎，你没有拿到那张草稿，所以它不是我们画完了吗？好，我等一下一有问题我就马上把它关掉。还是那个草稿是你画的？我啊，我画的、啊。OK， 你的台到时候会不会七天后见？我就看你的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第一张。你要以防万一要手动模式吗？还是就自动？我已经架好了，来吧，自己播吧，来吧。哦，好，开始。嗯，不意外呢。你又给他戴耳环。哎，哇塞，破坏沙罗这也太用心了吧！太用心了，不用那么用心，这谁？樱木花道吧。怎么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紧箍咒。Let it go。那这个超好笑。这什么？这根是什么东西？就那个他们打完架，衣服破掉了。哦，嘿，这个就是跑回去的时候，嘿，怎么又要加翅膀？待会每个东西都加翅膀。就他每个东西都加翅膀，我要遮我自己的。就你了，白痴哦！我觉得你会变台了。我已经切掉了，不能给大家看。哦，欸、这可以给他们看瓜鸟。哎、啊啊欸，很厉害哎、欸，很厉害哦，他修的很厉害哦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什麼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卡祖笛。哎、欸，这是鼻子，这是鼻子，可以放，可以放。这个人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这我不懂。狗骨头，狗骨头。哎、啊欸，大家都走鼻子、欸，哎，你的观众对你很好、欸，哎。你看虫虫。好，我这我不，他那个缝有出来、欸，哎。章鱼，章鱼，这是章鱼。鼻子，黑头粉丝、欸，还好啊，奇怪，还好啊，啊，你观众也太和平了吧？还好啦，我觉得还好，不会，我觉得哦，我那谁画那个章鱼超好看的，很可爱，这只狗狗很可爱，它是狗，画的什么？不然你等一下，不然把它画成什么？我把它画成尼可拉斯凯奇，怎么有办法变成尼可拉斯凯奇？就那张表情符号啊，它不是有一张斜斜眼睛瞪很大的那一张？这个是谁？是怎样？大家都走狮子路，你看怎样？他是不是只有红色油漆桶啊？他已经画不止一个红毛了。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，哎呦，怎么叫我是那个人唱？狗狗。那个粉红的豹叫什么来着的？就粉红豹啊，顽皮豹、啊。我叫顽皮豹啊。嘟噜嘟噜，嘟噜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那里好像要有什么东西哦。刚刚那是要展出来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又把它吐掉，是不是？刚刚他缩下去了哦。这是什么？但快乐，他是美少女。大麻。很棒啊，很简单啊，你看，很简单啊。阿昌，你看，阿妈要问你要不要吃冰淇淋。这靠北啊！我现有保留着、欸，太勉强了吧？哪有啊？你看他刚刚好接着、啊，我没有动他的线啊！我怎么都变成了某种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显微镜吧？我不懂，我不懂艺术，我不懂艺术。我觉得这女人这条线是他画的。哦，因为他断线了。哦，他断哦。难怪我总觉得图好像没有画到那么多张，应该是少一个人。我干吓死我，以为那个东西有。小鸡吃虫、啊。哦。他一定有手写板。对，大家看这个，你看我的，你看他是肯尼飘，很棒。这小，这不吃菜菜那个。你是那个脑袋里面那个那个小孩子不想吃菜那一个，脑筋急转弯那一个。哈，不是啊，那个猫咪不想吃菜的那个。我靠，没有。很和平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我好想点那个头。我点啊。你待会会看到我点想点那个头，又把它擦掉。这是怎样？好可爱。请问它上面的部分是什么？那个啊，那个鼻烟，鼻烟，鼻烟。
口碑好恶哎、欸。边愤怒金肉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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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他有很多肌肉。嗯。他的肌肉可以来画圈圈叉叉。他已经断线了。他没有画到第二张。哎、欸，这模式好玩哎、欸。模式好玩。哼，这个是不是也画一半啊？可爱小天使。他的影子是恶魔。你是签名吗？我这次这么有，我很有创意。他补了脚。等下这是什么？不要画立体的东西啦！我一直在研究他到底在画什么哎、欸！哇塞，还上阴影哎、欸！是你脚开开吐血吗？吐彩虹？你右边的那个横幅？这个脚是怎样啊？我在我第二个抽到的，在我第三个抽到的。哦！我那时候画超认真，我想说给下一家上色，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子。没有，我超认真，我在喷火。竟然是水的。这全属性是不是？张张包传教大师，我才不会嘞！啊，没有，那是白金哎！哇哇！辣椒，这个是谁？